红事，对对对，结婚，不不不，结婚是喜事，红事，生孩子，生孩子干嘛？红事，过生日，过生日那叫寿日，红事，怎么个红事？着火，着火叫红事，嗯，冒烟叫黑事，这按颜色区分干什么呀？着火叫怎么叫红事？不是我们家着火。我们家街坊着火，哎，烧得挺好，但是呢，没有波及到我们家。我们老爷很开心，决定办这么一个演出。那你们老爷够孙子的，不，他就是这个心态。您愿意不愿意演吧？愿我他爱干嘛干嘛啊！是我们演，给钱就完了。您放心，哎，肯定给钱。好好好，那德云社演出找谁呀？找您可以吗？可以呀。就您都能把他们都管喽？哎，今儿刚提的副总。哎，呵，好嘞，好好好。那昨天找还不成呢？得嘞得嘞，幸会幸会幸。栾副，行啊，栾副总，那职称无所谓，无所谓啊，哎，无所谓。那我就找您办这事儿。好好。我们老爷特别爱听相声。好啊，行吧。好啊，多请一些个相声演员到我们那儿去。您要多少有多少，他们都没走呢。哦，都等着呢。啊，就刚才这是叽里突噜出来那一大堆都行吗？没问题啊。行吗？没问题，一个个都跟下饺子似的。那都行啊。我们这有的是饺子，有的是演员。好的，行嘞。嗯，好，那来几个说相声的。来几个你自己挑。行行行，行吗？好好，你看谁跟你关系好。没问题，叫几个。这主要就是指着关系呢，是吧？嗯，看看再来个别的，再来一个敲竹杠的吧，好吧？我们这有诈骗，你要不要啊？你们这儿不都是诈骗的吗？不是，你们这儿不是，我这敲竹杠我见过，你们德云社有啊？什么叫敲竹杠的呀？不，那个就是拿那个竹杠，这边好几好些好几个，这边俩，那谁，高峰，高峰你认识吗？不熟悉。嗯，是吧？对，我也不，反正他就经常敲竹杠，往那儿一站，呱唧呱唧呱唧，有。有是吧？我们这后台，嗯，只要有手就会打板儿，哦，是吗？哎，对，快板书嘛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你看我不知道快板，对，快板有吗？有。好，没问题。来，高峰就可以。行，就找他。嗯，完了再来几个拐卖妇女的吧，好吧？因为我们老爷爱看。您说这犯法的，我们不干。怎么能犯法呢？这到剧场里演出怎么会犯法呢？怎么叫拐卖妇女啊？就是有好几个人，嗯，有男有女，哎，有一个妇女就是捯饬的挺漂亮挺好看的，嗯，然后这舞台上就有一个那个大箱子，这妇女夸进去了，啪门一关，啪啪啪一念再一打开，妇女没了，被拐卖了。您说这叫变戏法儿？哎，对，变媳妇儿的是这个吧？变媳妇儿我们就留下了。什么意思？变戏法儿？变戏法儿？哎，变就对这个变戏法儿的行吗？有，德云社也有，没问题，我们都能给你现编呗，哦，都能现编，我们可以现学。哦，现学呀？有就行，没问题，有就行，你放心吧。完了，这基本上差不多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哎，再来几个这个拦路抢劫的，估计就可以了。咱们倒是持刀杀人的，你们怎么这么凶残啊？我们就是这狠的。嗯，拦路抢劫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就俩人这边上来一个，那边上来一个。然后噼里啪啦，俩人拿着什么那个刀啊打呀，什么拿那枪啊捅啊那个。哦，练靶似的，这有吗？武术，嗯，有，也行啊，没问题。好，没问题，把他也叫上。有，就这几个吧。行，大概齐，你归了包堆，给我凑20人吧。二十人，没问题。也不多演啊，我们就办一场。一场，哎，就一场。二十人，嗯，算多少钱吧？哎呦，那这年底了，嗯嗯，也确实算可以说是旺季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心理准备。行啊，你说20人，嗯，您给8000吧。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是完了，还是要跑了？啊？我脑子有病，不用管饭。二十人，又好又跟这儿又变戏法，还大快板，又说相声，干一整场，要能要8000块钱，我们自己上税去。太少了。嗯，上礼拜六我们老爷跟家看套狗的，还给50万呢。啊，这套狗的叫什么文艺节目啊？你看我们老爷就有这种趣味，对吧？他认为说相声跟套狗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对吧？都是两个之间的交互。不是，那我们要的少了，
您多赏点好不好？什么赏啊，应该多给点啊。谢谢您吧。二十人一场演出，嗯，500万吧。500万，20，您给500万啊？500万行不行？嫌少算，那我找别人去。不嫌少，不嫌少，不太谢谢您了，可以吧？太谢谢您了，没问题。500万，可说好是你们给我们500万啊？您这不是，我是来错，这是德云社吗？这个，别的我们掩埋的，给你们撂500万，我敢慰问了吗？哎，你都把我气乐了，你都。德云社不能出这样的傻子呀！你这是想不是？没问题，我们给你们500万，好是吧？谢人民币，好不好？好，说准喽，什么都成啊，是吧？哎，行，那咱就说清楚了。行，那回头您是把这个剩下19人的这名单给我，我挨个跟他们联系呀、啊，还是说就给把钱给您就行？那一定是给我呀！哦，因为给他们就容易分均了。哦，嗨。您知道吧，一定是我管着这个。对，那当然了，对吧？对吧，您是副总吧？谁多演谁少演的我管这个。对对对，是多给2000-5000的是吧？嗯，不能，不可能啊，给不了这么些、啊、您就甭管了。行，我分去，我不负责了。哎，反正我找着您了。嗯，那就等于说把这堂演出都找好了。可不都找好了吗？那就可以了。500万、啊、没问题。500万挣钱了。好嘞，咱看看，我看明天可以吗？明天1月18号好不好？什么行行行，可以啊。行，有我不过生日了。好，500，行，太好，走，好日子。行，走。您没有什么别的事安排吧？我从此以后都没事了。哦，好，从此以后都没事了。那我放心了，好不好？那我放交您这朋友。嗯，交您朋友可以。嗯，回头吧。那你明天你回到我们那府上去。行行行，好不好？那您先告诉我，你们老爷爱看什么节目？我们多给安排点儿。不喜欢听什么的，我们别说。别招人讨厌，罢了，找您算找对人了，多新鲜！真的，别人一般人不明白，净听呵给钱好就去了。这老爷，我们喜欢不喜欢东西都很重要。对，喜欢肯定是喜欢你们。嗯，哎，说相声啊，唱快板，不喜欢也不能让我请你们来。这话对。哎，他不喜欢的就忌讳的东西啊，也很多，也很多。哎，我们老爷忌讳什么呀、啊？很多话，很多字儿他不能听。你能给开开道吗？这听着啊。比如说像什么这个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明白，我屈，我冤，这些话我们老爷不爱听。嗨，您说这个我们也用不上。不可能，我们老爷可爱聊天，我们也爱聊啊。三言两语你就把这话说出来了？不能。不可能。你比如说吧，你到我们那儿去了，嗯，老爷问你了，听说昨天在北展剧场演出的呀？对啊，这个北展剧场是谁盖的呀？我不知道。完了，说出来了，不知道啊。不是，不知道，他不爱听。他是不爱听啊。嗯，他眼睁，我真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也不能说不知道，这记字嘛，直告诉你，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我怎么说呢？我教给你啊。我们老爷问你了，刚从北展回来呀。嗯，这个北展剧场是谁盖的呀？你这么说，我一拍胸脯，我盖的。哦，还是您聪明。对，你问我北展剧场谁盖的，一拍胸脯，我盖的。你们老爷让我盖一个怎么办呢？我们家没事盖剧场干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就怕他给我盖。不会，怎么我们老爷有毛病是怎么着的？盖中盖了。我就怕他盖了。哎呦，不要这种广告植入啊！是啊，真的啊，没关系，我这是念口播念惯了。行，不提这个。就是这个，他要这么说，你就这么回答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啊，明白吗？这他也不会跟你细矫情，是对吗？你一说他嘿嘿一乐，呵，还真好，得了，赏他5万块钱吧，又给你5万，多少？5万，哦，等于这样一说又给5万，聊天嘛，我们老爷高兴，这我就明白了，这你明白吧？你们老爷是傻子，你也就在这儿说说，到家千万别说这话、啊。一骗他，他还倒给钱，干嘛骗他？人家喜欢你这样的人，人家高兴，喜欢胆儿大的。我再跟您说一句，嗯，咱比如说，演着演着，嗯，噗，说出来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以为您放出来了呢，我以为，就是说把这不小心把这记字说出来了。对，那坏了，我们老爷就生气了。生，哎呦，他气性太大了，气性太大，努嘴发，瞪眼杀，什么您呢？努嘴发，瞪眼杀。您找别人吧，您看麒麟剧社，您找他们去吧。
找他们干什么呀？努嘴发瞪眼就给杀了。你怎么什么耳朵？你听准没听准呀？努嘴发瞪眼傻。什么叫瞪眼傻呀？哎，我们老爷气性大呀。你一说这个忌字，他一听一生气一瞪眼。你想，你见过我们老爷那么威严的人吗？呱唧，你就傻了。哟，你一傻了，我们老爷更来气了。紧接着一努嘴，罚他。罚什么呀？罚钱呢？这一努嘴罚多钱？500万。两努嘴呢？1000啊。那你们老爷要是有病怎么办呢？我们老爷跟赵四儿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我怕他一进门就开始努嘴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们改募捐了。没，那不能，那不能。您放心，是只要您不惹我们老爷，我们老爷绝不会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行吧。好，那咱可说清楚了。我闻闻神，闻闻神。行，我去。完了之后，我跟你说清楚，到那儿我们演出，就演出堂会演过吗？演过呀，演过。堂会规矩，就我们家的规矩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那我哪知道啊？您先得递给我呀。你们平时说相声一般都怎么说呀？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是站着说吗？没有躺着说的时候啊。没死你就躺着说相声？不站着说吗？我们家就得换一换规矩了。您的意思呢？得跪着说。说相声跪着说？哎，跪着说。对不起您了，对不起您了，啊，我们是文艺工作者，这是有人格的，咱大家都平起平坐，肩膀齐，咱都弟兄。对不对？我跪着这不成。我们老爷说了，只要你跪着，跪一分钟给10000块钱。现在需要跪吗？你现在跪，你给我跪没用，我给不了你钱。哦，你得看见老爷才能跪呢。我们是有时候也可以跪，是可以吗？可以跪，就是这个，你有什么话你搁外头说啊，没关系啊。我要说真接受不了，不是我现在就想跪着说呢。啊那就行，可以跪，可以跪，只要那话筒能调合适，那没问题。你放心，没问题。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帮你弄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那大概您节目就是可长可短都能决定。你要多大有多大呀？3-5分钟也行。3-5分钟没问题，也可以长一点也没问题。哎、没问题、啊。好嘞。你要多大咱有多大。可以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就回家等着，明天我接您来。别哪儿跟哪儿的，还有认亲的。你看真的。哎。不是，这我也不知道你们老什么脾气呀、啊？哟，别我，也是，这话说有道理。因为我就怕人家罚我们。您对，我也怕。因为什么？我要是说把您领家去，老爷一罚你，那责怪我办事不力。是这样吧？咱们在这儿演练一下，演练一下。哎，演练，因为我对我们老爷非常熟悉。嗯，我呢就扮演我们老爷。好，咱俩呢对一番话。行，我看看你能不能把这忌字说出来。好嘞。你要说不出来，我就放心了。您扮演您老爷，我就是我们。往你这儿跑多好呢？不，那我哪知道去？我好长时间找您没找着。是，我这心里一直打鼓。哎，今儿好不容易看见您了。嗯，我一定不能让您离开我的身体。哦，好，行，我问问您，有点别扭。我问问您。这个20人是都捆的，还是就捆我一人啊？啊，当然了，就捆您一个人。是，最好就捆我一个人啊。这20人要都捆，这就不是堂会了，那是监狱放风。真盼着好事儿，你真是好事。那就捆您一人。哎，这就像那个导游举那小旗儿一样。对，明白吗？我就举胳膊就完了。对，行，我举着您就都放。您说什么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因为500万呢。那您放心，得了。那您跟我走一趟吧，走一趟好不好？好，上我们那儿去。哎，我先问问您啊，确定您是说相声的栾云平？就这么一个叫栾云平的，我们这姓很怪。哦，行，多大岁数？36了。可惜了这岁数。您先等会儿，我这岁数怎么了？啊，挺好啊。什么叫可惜了这岁数？不是，你看你不明白，你看那个欧洲那边。人家国家那个总统啊总理啊人也30-40，人家怎么就当上总统了呢？是你30多你怎么没当上呢？我没参加竞选，对不对？所以嘛，可惜你这岁数。对，可惜这岁数了，对不对？这岁数是。嗯，行吧，行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走一趟我也救不了你了。嗯，不是，你干嘛救我呀？不是，我有心让你不说相声，你当总统你当了吗？你我当不了那个，对不对？我就这儿我捅捅他们就得了。行，好，那你跟我走吧。哎，来，哎，回家了，这边有点像遛狗啊，这个我们老爷爱看这个。行，到了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步骤需要排练吗？我这是作笔成样。好，让你心里有这也感觉。哎，
这就是我们家这个门房了。门房？门房知道吗？哦，门口有好几个，这都是我们家这个看门的几个大哥。看门的大哥，好嘞，几位头，哎，你得跟他们好好的见一见礼，嗯，要不然他们老给你使绊。好嘞，好吧，好，跟我这职务差不多。对对对，我带你认识认识啊。哎，老爱垫砖，这位，这是王头，这是王头，这是王头，这位，哦，这是王头，这王头，王头不高啊，王头，嗯，哎，这是马头，马头，哎，马头，这是张头，张头，哎，赵头，赵头，哎，王马张赵。我到了开封府了，怎么开封府呢？这王马张赵吗？巧了，您怎么称呼？展昭，不是怎么回事？不是怎么回事？外号呗。我小时候老爱看那个《少年包青天》，哦，他们老说嘿，你跟展昭似的，他老这么夸我。是是是，是不是？我看你跟展昭似的啊！我太你了。行，那个几位头啊，你先在这等一会儿，哎，我进去跟我们老爷回话。好嘞，好嘞，好不好？哎，几位头，把着点啊，别让这孙子马了。您留步，您先等会儿，这边转，等会儿你把我鞋踩掉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这五百万给我们。哎，好，哎，这个怎么几位头把着点儿？嗯，就是几位头看着点儿，别让这孙子马了。这孙子肯定说的是我呀，别让他马了，就别让他跑了啊。不，哎，这钢口我懂啊，这是脏心眼子啊，这脏心眼我可没掉杆，这是脏心眼子，我都听明白了。哎，我说的这是古汉语。古汉语怎么跟我们那么类似啊？对对，你们这就一脉相承。我说什么意思呀？我说几位头啊，把着点，确实是几位头啊，看着你点儿，是，别让这个孙子，就是这是一个高贵的名字，孙子，就是哎，夸你，那不主要，这无所谓啊，别让这孙子马了，什么意思？您说，别让你上马路。我干嘛老上马路啊？是啊，我也纳闷，我怕你出去了。是，我们这门口花来来往往的，大卡车也挺多的。你万一没事，你出去站马路当间，刮过一拉渣土的大卡车，300吨渣土刮机到你身上了，你怎么办？好，你那不是上马路，那是活埋呀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我让这几位头好好说，是把着你，其实是照顾你。是是是，明白了吗？谢谢他们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行行，那你跟这待会儿啊，有的把着点啊，哎哎啊，那让我马了。跟老爷回，栾云平让我给逮着。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呀？是这样，他呀没在天津，跑到了北京，在剧场里装模作样的说相声。我没敢声张，跟着他回了旅馆，翻出了两挺机关枪，一箱子假钞票。老爷您也甭动刑了，他全招了。好厉害呀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是，这减肥来了。是栾云平，嘿，上人见喜。我呀，跟我见老爷。我见不了喜了，您还是跟阎和祥去吧。跟阎和祥？您跟阎和祥，我来不了这活。怎么了？刚说这话我都听见了。您听见什么了？什么栾云平怎么着？嗯，让我给什么逮着，逮着干嘛呀？栾云平让我逮着了，什么耳朵呀？我说的是栾云平让我给逮着了，逮着。哎，北京话，逮着，我逮着他了，逮着。哎呦，逮着了，哦，让我给逮着了。栾云平让我给逮，我听错了，听错，耳朵受潮了，你们。是是是，嗯，他怎么着？他很狡猾是吗？不是啊，我说他这个相声啊，表演语言啊，有点狡猾，有点狡猾。哎，说话有意思，没在天津。是啊，前两天你是不是上那个天津录什么春节联欢晚会去了？我演一太监。哦，是吧？嗯，你这太好了，这个是吧？这谁选的角儿？太真实了。毛遂自存。行了，别存了，我就去了。是，到那儿去，您不在了。对，没在天津。什么来？又来北京？你们回家了？回北京了？装模作样说相声。在剧场里说相声，可不学个男孩装个女孩，这不装模作样吗？那么一直追着旅馆。是，我能说你住小店吗？住旅馆不高级吗？翻出什么机关枪？我说你会唱梆子腔，还有假钞票，还会唱莲花落。老您甭动刑了，事办成了，他全招了，角儿全要了。我全听错了吗？
我这一句都不对吗？对对对对，你应该掏掏耳朵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是吧？我还是惦着初三再掏呢。算了，没关系。是是，我应该掏掏耳朵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明白了啊！明白了。行，我跟我们老爷都简单说好了。哎，下面接下来就非常重要了，好，重头戏，该见老爷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哎，你看，嘿，好，这又给5万块钱。好好好，这又给5万块钱，知道给老爷拿话筒。是是是，好，没问题。我这角色得有眼力劲儿。行行行，可以，那就这样吧。嗯，跟着我进去啊。行嘞，行嘞。记住了，你这个手啊，你别随便的那个乱挥。平时我走道我也不这样。不是，因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看不着，你真到我们家你会看，这边上全是金银珠宝。嗯，知道吗？大摇钱树，真的啊，真摇钱树。真摇钱。哎，那个树枝子全是金子做的。知道吗？树枝子上挂的那都是什么珍珠啊、玛瑙、翡翠，都是那个，叮了咣啷的。下面南非大钻石都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这么有钱，干嘛非听相声啊？你呵，你老爷爱看呗。哎，一个相声一套狗，这最爱的都是。好，是不是？抓紧学套狗。所以嘛，你到那儿去，你手你别你好四想大开，你这么走那完了。我溜俩话没？对不对？那不行，你把手啊。就往里收一收，往里收，哎，最好俩手搁一块儿，搁一块儿，哎，搁一块儿，这是不是不太好看？照出相来也还行，没关系。我们老爷喜欢这，觉得你这样这人老实，是，哎，觉得这我平时就这样，对，谢幕时老这样，不，就这样，这样不好，这样你也手别这么插着，嗯，你就是俩手腕贴一块儿就行，就这来了我看看，就这样。哦，行行行，明白吗？就这样，这俩离着是不是不能太近？这样合适。哎哎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自稍微自然，好好，自然一点，好吧，自然一点。另外那个你走路你也注意一点，嗯。因为什么？我们那儿那个花啊，特别的名贵，名哎，一盆兰草那40多万，那个知道吗？好，你看人搁地上，哎，多新鲜，搁天上也不长啊。是，所以呢，你得留神，宅着点那个地儿走。哎，明白吗？你走道你就注意点，你稍微你这样走，你明白吗？这样走，哎，对，跟跳夹棍似的。行，别跳夹棍。行行行吧，你稍微这样走。好好好了，明白了吧？明白。行，那咱跟我去见老爷。行行行。栾云平一命告尽，威武哇！干什么？好，您还化妆了呢？出来这见你不得化一化？不是，这威武俩字怎么着？过堂呢？干嘛过堂啊？您不明白，我们这个府上啊，爱您的人太多了。都是喜欢栾云平的。不至于吧？真的，栾堆堆都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府上好多小姑娘呢，好多呢吗？好多呢，太好了。哎，但是呢，您说这呱，您贸然这么一进去，是，人一看您，哗，给你都围上了，你怎么办？你走不了了？不签，不签，不签。对对对，你是不是经常这么说？是吧？是是是是是，听相声去吧，别签了，别签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想，我为了给你减轻这麻烦，减轻这麻烦，哎，我一喊威武，他们就哦，可能是来了重要的人和事儿了，就不出来了。好好，省得看您把您围住，谁怎么跟老爷说？对的，我明白没？明白吧？对对，就这个。对对对对，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哎，对对，演员已经很累了，是这意思。行行，好吧，好，明白了啊，明白明白，那就来这个了啊。嗯。栾云平一命告尽，威武。走走，稀里哗啦，稀里哗啦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回来吧。嗯，我这汤料子呢，是吧？汤料子干什么呀？不是稀里哗啦，这怎么回事？手这样，脚那样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人脏心眼子太多了。怎么？刚才我们那厨师，我给我们老爷上菜的时候啊，手里端着一盆汤。嗯，太烫了，走到这儿没留神，他还得躲着脚底下，啪嚓。掉地上摔碎了，呵，地上都是那碎碗茬啊，所以你汤子上面你得注意一点，是吗？你跟上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，你挑那个好地儿走，扫一扫啊，还没来得及，您不就来了吗？对对对，明白了吧？明白明白。行，那咱开始了啊，嗯，记好了，跟我走了啊。嗯，栾云平一命告尽，威武。走走走，稀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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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到了，就到这儿，到这儿就不稀里哗啦了。到这儿该跪了。嗯，看见老爷了。好了，拿钱，1分钟1万块钱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来，我也没带着秒表。不，没关系。来，跪跪跪跪跪，好，跪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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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了。外边怎么横，里边还怎么横。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。跑坏了鞋得我自个儿买去。你给我跪直了吧，他妈的！也就是你，要不绝不开这活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个怎么？嗨，您啊，您多避避屈，您多避避屈。我呀，不是冲您。什么意思？不是冲您，不是冲您。我刚才说这个话呀，不是对您说，对我们老爷说的。你干嘛骂你们老爷呀？哎呀，您不知道，他打去年这公片就让我去找您。
一直没找着，不知道您怎么好，太忙了，天天的这儿又去那儿又飞的。今年还干了好多专场，我真是哎呦，上网找，上微博搜，从那黄牛那儿买您的信息，是吧？坐哪航班？我想追您，我追不上，他不卖给我，你知道吗？这我，所以说我一直找您找不着，找了一年，好不容易听说您在这儿演出，上这儿找着了。嗯，这一年功夫跑坏多少双鞋？那我自己掏腰包垫子。啊，你们也不给报啊？当然了，你们不给报啊，你们。是不是我出去住那个酒店呀，坐那飞机票啊，坐那高铁，为了跟你坐一块儿，那都我自己掏的钱，我们老爷一分都没给。好，我心里我有气儿，我敢跟他说吗？是我这跟着，其实假装是说你，其实内心里我骂他呢。你骂的是他，我拽咧子呢。可是我感觉你踹的是我呀。这不是那怎么演的？咱们要逼真一点吗？太逼真了，对不对？有必要地还给我搁一钉子吗？这没事吧？没事，您放心吧。哦，行，那再搁这底下。别往这搁，那边。好好好，一会儿给他们双簧使吧。我就是这意思。是，明白吗？您能了解我的心理吧？我能了解，不是冲您，但是我也希望您能了解一下我的心理。好的，是吧？冲我们老爷。哎，好吧，好嘞，好嘞。您多避避去，好多避避去。你是不是原来踢过足球啊？我爱看足球。突然我就那儿去了。来，好，跪。哟，那刚才那几秒了，我也没算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不够一分钟，按一分钟计算。行，哎，跟中国移动一样。好嘞。来，快，哎，来，跪，哎，跪了啊，跪，来，跪直了。想好好的看一看你哦，可是呢，他眼神不好，他看不清楚。不是，那配眼镜配了，眼镜刚才在那碗碴子里头呢。好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会儿看您了，嗯，他这么看您吧，您别害怕，您也这么看他。我怎么看他？哎，我们老爷就喜欢这种有胆识的人，有胆识的人，哎，有勇有谋。他这么看你，你也给还击，你也这么看他。好，明白了。行，可以了。行。好，咱再来啊。哎，您那大褂儿，留神那话筒。还真有点像展昭。你叫栾云平啊？对，我叫栾云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没胆子。过来。我一说相声哪来胆子？你行了。我哪来胆子呀？怎么我老爷夸你呢？夸我什么呢？搁往常别人到这儿来，我们老爷要说看的这几眼，早吓死了。也太衰了啊！你们这儿？说相声高峰知道吗？啊，上回到这儿，老爷看了几眼拉裤了。他有确实有这失禁的毛病，是不是？所以老爷一看，哟，高峰拉裤，栾云平没事儿，我堵着呢。那我还把那钉子拿回来。行，没问题，是吧？他一看，哟嚯，你没事儿，这是发自内心的佩服你，他夸你的，呵。好大的胆子！这是夸我，他这意思哦。哎，这时候我怎么阐述啊？那这时候看你了啊！你要搁别人说这会儿傻了，不知道说什么，他一生气一努嘴该发钱了。对，这会儿你不行啊。我他这么说你得比他还横。还横，教给你啊！一拍胸脯，横打鼻梁。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闹不到你这儿来啊！你这可以行吧？这本色了，是不是？这没问题。行。就这句哈，没问题，记住了啊，就这么说哈。过于的忙叨了。你叫栾云平啊？这，我叫栾云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闹不到你这儿来。你抢过几家银行啊？出来！这栾队不行啊。我抢什么银行啊？哎呀，你又听岔乎了。嗯，我们老爷问你，是说你演过几回双簧啊？双簧啊？那谁活得那么细致啊？啊，我演过几回？没计算过，没数啊。太好了，什么太好了？就这么跟他说呀。哦，那没数了，抢银行没数了，演双簧没数，双簧没数。哎，好，行。真是双簧吗？你抢过几家银行啊？那就没数了。
你还会印假钱呢？您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我还印假钱？你又听岔乎了呀？我们老爷问你啊，啊，你还看过《庆余年》啊？啊，干嘛《庆余年》？我牛天赐我都看过。呵呵，这在我们单位，这是站位的问题。哦。罢了，那老师好都不让看，知道吗？是真的，不看就不看。这我看过呀，是吧？这可以说这我们天天必备，天天天的，知道吗？天天都得看。对呀，那你这么跟他说呀，那是我的功课。印假钱是功课呀，看《庆余年》是功课，《庆余年》是功课，功课，这是我的功课，这是我的功课，这叫什么功课？你就天天干这事儿啊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对啊，就这样，这是我的功课，印假钱是我的功课。你还会印假钱呢？这是我的功课。你是那头啊？我不是，不是，我是那伙计。你怎么又伙计了？我怎么是头啊？我来找演出找谁啊？找我。这事儿最后钱给谁啊？给我。出了问题我找谁啊？我盯着。那你是什么呀？我是那头啊。对呀。呀，你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是。你是头你还不承认？有点不敢了。那当然，你告诉他，对，我是那头，你这么说呀？我是那头。哎，老一看你，呼呵，杀伐果断，再给五万。你看怎么办呢？什么果断？沙发果断，沙发果断。哎，你看你够性，就来，行吧？好好，就来，好，我就来那沙果断，就沙茬来啊！你是那头啊？我就是那头。老爷问这话屈不屈啊？太屈了，都是这孙子教的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又屈了？这不就一句一教的吗？干嘛一句一教啊？这是记字儿，记字儿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老爷什么我屈我冤，这都不能听啊。我给忘了。对，你一说出来，老爷一生气，一努嘴，完了500万罚里头了。不行，千万不能这么做。当然了，你跪多长时间，你能跪出500万来呀？可不是吗？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那这会儿我应该说什么？那跟他这么说呀？啊，哎，你们老爷问你，冤是不冤？不冤，不冤。屈是不屈？不屈，不屈。那这么说，哎，老爷问你，怎么不屈？我情实的不屈。我这词儿够老的。那当然了，嗯。紧接着老爷就高兴了啊，一叫唤说来人呐，嗯，这他助理就过来了。来人干嘛呀？给钱，我还没演呢，先给钱，谢谢他。当然了，你这会儿就得张兜了。什么叫张兜啊？看这大褂没有？嗯，哎，张起来，这一兜，嗯，把那些个什么金银财宝，呱唧呱唧都往你这兜里扔。哟，那天我得穿一长点的大褂。当然了，对不对？老板那百达翡丽大手表，呱唧好几百万，唰就扔里头了。太好了，行不行？希望他多带两块。好，好。那就这样，好，你记住了吗？好，记住了。记住什么了？我记住张兜了。别光记张兜，头来那些呢？全忘了。你看你怎么都忘？再复习一遍吧。行，行不行？咱们进入总复习。进入总复习。好，好。正式啊！哎，正式。来啊！栾云平一命告尽魏武，谢了。还没扫呢，这稀里哗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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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稀里哗啦。跪！这回这真是咱计算时间了啊！跪！值了！外边怎么横，里边还怎么横？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。跑坏了鞋，太爷我自己买去。你给我跪值了吧？他妈的！我会了。先来回，栾平带到。下站。是，你整一疯子。这干嘛呢？这你再给你自己系上。嘟嘟嘟，还有嘟，刚没教这句，我怎么办呀？我也嘟。你叫栾云平啊？这我叫栾云平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呦呵，胆子小了也闹不到你这儿来。你抢过几家银行啊？那就没数了。你还会印假钱呢？那是我的功课。你是那头啊？我就是那头。老爷问这话屈不屈？不屈。怎么不屈？情实不屈。来人，哎，赏钱，枪毙啊！屈。说，大嘴巴就抽上去了。给一嘴巴。这没想啊，他抽我。啊、你们爱看这个？岁数大了，骚不起来了，各位啊。这位呢，人家拿起扇子就走了，那你追他去？追不上啊！怎么呢？柜台挡着呢。
哦，拦着呢。哎，怎么办？把这柜台啊长高一些，打不着了。第二天又来一位，又来一位大高个儿。哎呦嚯，大高个儿啊！那个墙挡多少？二十扇子。挡多少？就必须得这样啊，要不没法演。没有拖延的事儿、啊、哎，没有、嗯、这个您给写二十块钱吧，二十块钱，二十干脆，多少钱？不要，多少钱？那您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四毛，多少钱？这还减一毛，二十块钱能给四毛钱？是，我抽死你！就一嘴巴，拿起扇子人就走了。还是再看这边，哎呦，那又抽我。要不我犯会儿骚下去得了。也行。这都什么表现方式的？要追啊，追不上。那柜台高啊，柜台高，哎，只能啊把这柜台再长高一截，得再高一点。第三天又来一位，怎么样？巨高个儿，嚯、哦，作死来的。您给看看多少钱？嗯，挡多少？嗯，啊，您给写二十，二十，二十，干脆多少钱吧？不要，快说，三毛。啊、哦，三毛钱，三毛钱，嗯、我抽死你！嚯、哦。人家走了，怎么着？这位强，他又抽我，他怎么办？哎，这位他也太烦了，你知道吗？花钱了，放一个吧。他又抽我，对，四毛钱烧一回等于。哎呀，你看这位女同志，你笑的，你怎么了你？我本来想踏踏实实给大伙儿说一回相声，我，哎呀，其实我也喜欢这样，你知道吗？那最起码都醒了吧，这是、哎。只能把这个柜台长得特别高啊，就防止这个。哎，有的朋友说了，这个、他说话拉长音儿、嗯，会不会耽误生活当中呢？那生活当中会不会有引起误会呢？也会混淆了。哎，有这么一位当铺的掌柜的，掌柜的长期说话拉长音儿。哎呦呦，有一回呢就闹了笑话了。习惯了。他从前门大栅栏出来买东西啊，嗯，买东西买完了要走，走，看你旁边有这个黄包车，就人力车呀、啊。哎，不像现在出租车，人力车人拉那个。对，人力车的这个主人旁边看人家下棋呢。车夫，他过去问人家这个洋车是谁的。嗯，一般老百姓就问这洋车是谁的，不就完了吗？对，他走过去，拉长音儿。哎呦，工作化了。这辆洋车谁的？快多了，我必须这样唱，要不然一会儿包袱讲不了。对对 对这个这辆洋车谁的？是洋车的主人吓坏了。怎么着？哟呵，差点来一吊灯了。我的啊，我还要呢。要，以为卖了呢。拉我前门要多少？多少钱呢？不要钱。哎，怎么不要钱呢？这儿就是前门。那、哎、嗨，原地画个圈儿。I'm sorry。行了行了，那耽误时间的玩意儿。说了个 I'm sorry 啊，非得重复。拉我天桥。好，天桥多少？大哥，嗯，你要走着去，啊、嗯，早就到了。嗨，多耽误时间呢！怎么那么费劲呢？是啊，您呢？给四毛钱。啊、哦，四毛。四毛钱，您说坐还是不坐？坐不坐？不说话。怎么的？绕着这个黄包车啊转了三圈。啊，走三圈。甩这么一句话。什么话？胶皮不好，回头放炮。他走了。哎，他坐不坐呀？不做呀，包贝人家讨厌就讨厌在这儿了。嗯，我为什么对这个薛微有些了解呢？挺了解。庸为什么呢？还庸为什么啊？我北京人说你甭搭理我，我说我的。就跟我占你时间似的。你说你的。用为什么呢？用我们后台有一位老先生叫李文山，李先生。哎，嗯、李文山，我得听你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没事。李文山的父亲李小山，没听说过，倒着起呀、啊。反正李老爷子吧，嗯，大伙统称。啊，得递上去。走你。
哎，跳水呢吗？还这位小心翼翼的打开，嗯，三爷打开的时候呢，嗯、就唱当了，啊，就唱了，当多少？哎，怎么掉下去了？哎，声音就掉下去了。是啊，为什么掉下去了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认识。您等会儿吧，这挠脖不认识。哎，对了，没听过戏。哎，这话您说错了啊。怎么呢？就算听过戏啊。这个乐队一般啊都在乐池里面。没有啊，占时间啊、哦、不是，好比这个舞台吧，嗯，平时唱戏的时候前面是坑，前面它就降下去了。哦，哎，乐池乐队老百姓看不见，过去都坐台帘里头。哎，台帘里头看不见。嗯啊，这很正常啊，没不认识。嗯，当多少？嗯，哟，不认识。他不认识。嗯，不认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说这东西我不认识啊。那不行。为什么？甭问呢、啊、经理旁边贼着我呢。哎呦，第一单买卖我就说我不认识、哎、肯定给我开除了啊，丢了工作。哎，李三爷很聪明。怎么聪明？他问人家当多少啊，他狠狠地往下压价。哎呦，本家肯定就不当了，嫌便宜。你不当你拿走，我等下一位。这是主意，多好的主意啊。好，当多少？这会儿不需要大肠啊，时间紧啊，各位，时间紧，任务急啊。您呢？啊，您给写二十吧。好，二十干脆。啊，不要。多少钱？我知道不要啊，这是你们这行的规矩。一买一花吗？您说给多少钱吧。多少钱？五毛。哦，还真是五毛。多少钱？二十块钱给五毛钱。是，我当了。哎，我哎，怎么当了？什么？什么脾气？你能否再说一遍？都不相信了。废什么话？废什么话？嗯，浪费时间干什么？那为什么五毛钱也得当啊？我当了，我妈病了，急等着用钱，五毛钱也是钱呐。啊，抓服药吃服药。为什么当了？我少当少赎啊，大哥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吧，写当。可以。啊、行了，他为什么这么为难呢？为什么？他的唱出来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作用什么东西？哎，后边有一个写当的人，你得写呀，得描述这个东西。哎，对了，写写吧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说吧。嗯，李三爷很聪明，怎么呢？临时现编，他给编上来了，就是现编呀、啊嗯。写、嗯、写，行了，写吧。好好好好，缺箍短派儿，短派儿。救火用的铜草帽一对，写当的先生当时就懵了，什么？就铜草帽啊？是铜的呀，是草的呀？那谁知道啊？平时不能戴吗？嗯，非得救火的时候戴吗？是啊，嗯，有点意思啊。嗯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五毛，倒是也不贵。嗯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递过去。啊，这位接过来啊。嗯，铜草帽。哎，是救火用的。对，我救过火呀。啊，我没戴过它呀。对，戴得烫死了，那倒着多快呢。真有意思。你说相声的吧？你是、哎、对，瞧出来了、嗯、你还是个逗哏。哎，原来逗哏这么讨厌。可爱啊。哎，您说您。哎，五毛钱拿着回家了。是是是。转过天来，这位又来了。干嘛又来啊？五毛钱不够用的呀。哎呀，你瞧瞧。哎，这回当的是一个单皮鼓。哦，戏台是单皮鼓。戏台用的也叫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那个，就那个。是。蓝布包着就过来了。还是蓝布。往那这，嗯，不是你。怎么挑人了？我找铜草帽。哎，好。三爷的粉丝。他比较幽默。对。三爷就过来了。嗯。见过你，废话，来。废话。别废话了。当多少？还是不认识？怎么还不认识？哎呀，二十块钱，还是这价。二十干脆，我知道你不要。说多少钱？说多少钱？四毛。又砍一毛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怎么着？跟我想的差不多。哎呀，当了，当了，当了，还是治病。你再说一遍，废什么话？废什么话？当了，当了。好吧，对，他的唱当啊，就等这个呢。鞋是，这回又来当了。当什么？当的是一面锣。哦，大铜锣。哎，递过来了。哎，就是你，我等你吧。哎，三爷在岗。走你。哦，这得认识了吧？怎么又是你？
废话，就你们俩这里。废什么话？我找的就是你。嗯，来，赶紧唱档。赶紧啊！档多少无所谓。哎，对。哎呀，我求的不是多少钱，求的快，知道吗？我求的是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。嗯，对，还起名圈了。你怎么那么讨厌？哎，对，别废话，我等不及了。来吧，我也等不及了。嘿，我也等不及了。这俩人挤的死他去。昨晚回去跟我媳妇一说，小皮洗脸盆，我的天哪！我媳妇笑点特别的低，我们俩又是乐了半宿。好，这俩人。净熬夜，太有意思了，这么恶心，听赶紧来吧，当多少？赶紧，没所谓，没所谓。对，那就两毛。啊，都不开价了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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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对，一会儿我就赎出来。我就喜欢这个过程。来吧，他的现编呢？啊，又啥？这罗也不认识，哥俩。这可不是马了，真的。真行。来吧，这罗怎么着？鞋废铜烂铁打造，废铜烂铁野炊用的大铜饼铛一个。好家伙，这钱也大。这位两毛钱都没去取，哇，当时就回家找东西去了。啊，老妈已经不重要了。老太太死当铺手里，谁能想到这个死当铺手里了。赶快来说你的。找吧，找了找去，找了找去，他妈在旁边，我的药呢？对，妈，不重要，不重要了。哎，您等会儿我。老太太咽气都给他当了。等会儿我，我现在急需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。哎呀，当时就找到一样东西，是什么呀？帽镜。哦，过去那个老式的帽镜，现在不多见了啊。嗯，还现在。过去有。是。过去有。打这面看呢是一个镜子，嗯，打后面看是一块木头，他们镶在木头里头，抱着可就来了。是，哎，扇子面有点像。别着急啊，哥们儿啊，哥们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呦呵，一会儿我就知道了。呀呀呀呀呀，还抱着来的，抱可是抱啊，嗯，镜子冲着自己，啊，怕脆喽。对对对，哎，往那一站，呵，不是你，啊，还换人了。我找铜草帽，哎，大铜饼铛也行。是是。李三也正在里边吃饭呢，是一听有人喊他，啊，啪叽一碗就脆了。嚯，准是他。你就这么一个粉丝啊？这是没办法，那得来啊。是是是，哎，就往外走，血当的先生瞧，我也去，哎，我也去。好去了，俩人就过来了，嗯，往那一站，我一猜就是你。行了吧，赶快唱吧。嗯，别废话啊，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走你。来吧，地可是地上去了。嗯，这个木头啊，啊，冲着这位，镜面冲着外呢。哎，还是不认识。哟，这也不认识。当多，别废话，别废话啊！不要钱，我都当了。哎，对，快唱当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等不及了，我也等不及了。来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得挤的死他。鞋，嗯，缺砖短瓦。缺砖短瓦。木头小影呗一个。小影呗，什么？木头小影呗。木头小影呗。啊，嗯，那过两天袖珍四合院要不要啊？嗨，成套来的，真有意思。啊，我媳妇儿不想活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说你媳妇了。太有意思了。嗯，多少钱呢？人家不要钱，不要钱。这是他的收档啊！啊，对呀，他得把这个东西收回去，一收不要紧，怎么呢？把这个帽镜啊转过来了，哟，一转呢，这里边东西都照进去了，镜子面冲里了，他以为也是一回事儿。是啊，别忙，别忙，还有，还有，那有八仙桌子一张啊，椅子两把，暖瓶一个，那有一人，嗯，啊，好像是我啊，我怎么瞧他啊？他怎么瞧我？哦哦，这是个镜子呀，瞧出来了。